小胡打包快递给我吃一点吗 ？OK OK， 给你们寄过来都收掉了。这肉真的绝了，这肉好吃啊！已经买118元。再给你吃一个啊，你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。那等于什么？嗯，不要了，我们待会儿来吃外卖。那个台风明天还要去收了。10点。好，你们别吃饱了，待会儿就是我们点外卖，我看一下啊。今天结束了吗？不然了，再注意注意点事。我说的台风不是你们。啊，不是啊，明天。不，台风走了再说噻。我说的是台风，台风十点走噶。那我们点重庆下面吃嘛。明天香菜嘛，我们吃香菜。那我们点中餐吃啊！你们浪费了这一顿，真的。人家现在外卖都是开车来送的，你要今天谁给你打电话说的？这个美团啊，美团给你打的。哦，你不要担心，我们都是开车送。吃不吃呀，兄弟？说什么？川香菜，我等哈，我点过来吃那种。你吃啥子？这儿点来吃噻。这吃不吃那个饭嘛？不要。那我就撑一下吧，撑到6点我们再去吃吧。撑到6点，你出了两门吧，外卖都不送了。哦，那我就这样点，点来嘛，那领导我们还在这给我们待一会儿。待会儿晚上吃啥子嘛？等到算。跟老好家在这儿能吃好就吃好吃，适者生存，适者是谁不是呢？我也适得了呀，适者生存。只是如果在我老家就好了，会烤点洋芋吃噶，吃你的吉年汉堡噶。真的，我那个土豆的话管饱。是吉年汉堡，很管饱的。要不要吃？要吃我点了。你们吃不吃？你还吃？他吃不起了吧？我要吃。我吃4斤都差肉丝，哇！这个香菜上桌。我也不吃了。好了，我自己点自己了。哎，我晚上我不相信没得外卖的。没有，这里会停那个的。停电。林瑞麟，但是这个酒店它是有自己的发电机的。你还想什么呢？这个酒店有自己的发动机。对啊，我今天中午打了电话的。我跟你说，今天晚上就不停电了。对，我跟你说了，他不会有，就是，这里不能出去。OK。17级，你知道是什么？那个吗？你去搜一下。人都要吹飞的，房子都吹塌了。房子都要吹塌，而且我跟你说了，那个窗子必须关好，有些东西掉下来，路灯掉下来把窗子都要敲烂的，不骗你啊。你们说是不是，姐家们？不能出去的，我要点东西吃了。我点了麻辣，我们吃下吧。你想吃什么？买点吃的做储备，对，我们就是这样想的。那我自己点自己的了啊，一顿不吃没关系。不行啊，我可以饿一个星期。含苞待鸡，真的，我可以饿一个星期。这里马上有烤肉。我吃一个面包就饱了。他是不对外开的，今天的。中午问了。这里的，因为一楼他的什么烤肉那些，他都不对外开了。他说就是，尽量都待在房间，不要出来。他说外面所有的设备都收了。对的。他是我打电话，他是这样说的。我靠。对，要关好门窗，反正。拿两盆方便面，是你公司。啊，我不想吃泡面，我真的有点想吃泡面了。17级台风，我就感觉就是下雨。我还真的有点想吃泡面。下雨呀。还有汤汤泡泡，那个我喝一碗汤我都喝完了。这个汤好喝，真的吗？嗯。都来了吧？我喝完了。不能出去，姐家人们，真这个怎么做的？这汤真的好，超级好，那个肉好吃啊！跟你说，里面的肉和菜好吃。然后可以搞一点汤在里面。嗯，泡饭，汤泡饭，好吃的汤。不吃了，吃算了。
我给他倒碗饭，你不吃了？哦，倒碗饭，好的，等会儿。那你不吃我点的菜了吗？点的川菜、湘菜。我不吃，我不吃。好好好。哎，美女。你们现在搞得我很被动。下一米。椒盐藕夹。我要吃。啊，对。对吧？我就喜欢吃那种小朋友的烤烤饭。对，他就喜欢吃那种点的，我都吃不了。哎，那个小二为什么不吃呢？我吃。熟了的味道吃，但不可能，弄不到个酒店。我谁的？不用点汉堡了，分你点的汉堡，叶总给你点的。必须吃。我点都点了。你亏了。亏了呀！来，叶总给你点的。你这个不是我的汉堡，你嘞？我老子汉堡哦，你是这个我没这个、本来就是你的，他在那说是我的，我不得吃，我跟你说。叶总给你点这么大的汉堡。哎，不，我不吃，我不吃汉堡的人，你跟我点汉堡，你这是你点的。好好。他本来就是他吃的，你好像是给我点的，这明明就是你点的，我们吃薯条。莫名其妙，你把直播间的人整呆了。哇！人家你老公怕你饿着，你还真的。他给我们点的饭，就是他把饭吃完了，然后他这是他的汉堡。人家哪里吃完了？他说是我的。这汉堡吃都没吃。米饭对米饭。我帮你切点米饭可以，那我就不点了，我都点起了。哦，这个番茄酱还没得菜哦，我是不得吃了了。这番茄酱也好吃。还有菜吗？没有了吧？不吃了吧？没有啊。这汉堡多少钱？一百多。七十多。这薯条好吃。算了。大台风。四点八点点肚子，我不知道晚上吃什么。晚上吃泡面，我想吃泡面。走。你不能吃，我为什么不能吃？因为你是美女，你不能吃泡面。我不喜欢吃泡面了。酒店的饭菜就是很贵，姐姐们，所以我这个人是比较节约类型的，我就点那种小炒菜的话，一百多能吃不得汉堡。这个好吃，来，叶总，给你的老公弄一个去吧。这个真好吃，是不是？好不一样，看我老婆去。哎，这个盐味还可以，还有吗？你的办法来了。哦，这个办法绝对好吃。我要吃，我跟你，我吃一点，拿一个小碗给我。好，谢谢。我拿了个纸水，把你的汤碗给我用一下吧，小汤碗。不要。那个，哎呀。妙鱼。我要吃饭啊。不要。你帮我拿一个，我尝一下。很好吃。不是你吃不吃？很好吃。拿这种多了一点吗？嗯，他喜欢吃这种甜食，我发现了。不喜欢吃甜食。给我弄一点，老公。这个碗。好的。你和和好，和起来，然后给我擀点出来就可以。哎，你老公好爱你哟、哦！你看，肉都全部不要那个肉，你吃吧。不要肉。看你的老公对你多好。你看你老公对你有多好，人要学会知足。我不要这个肉，你一人吃一头，一人吃一头。从这个细节上看得出你老公对你，一人吃一头。不要红酒。哎，你留着吧。真的是，你给我的饭吃这么小一坨，我怎么吃得饱呀？你真的是事太多了，你看一会儿又说饿，然后你给他点个汉堡，他现在又不吃，又嫌又不吃。你就是被你老公惯出来的。你就是被你老公惯出来的，一天天。不是灌出来给我这么一小口饭，我怎么吃得饱呀？你不是说你不吃吗？我是不吃汉堡，但我还吃饭呀。还挑食。你多久你？刘大爷，吃吃水。我告诉你啊，小胡。你就说好，你就说。好，把你叫到今天他们老家去待一个月。我看你在山上只有吃土豆，我看你哭不哭？不得哭啊！我是最喜欢吃土豆了。对应，我是今年做的汉堡，今年汉堡我吃五个，我就天天弄酸菜汤的。你吃一个月的土豆，我看你人再变成土豆。我在吉林老家吃的东西，我吃的惯得很，我感觉你们吃不惯的，我是最喜欢的什么酸菜汤、
洋芋汤不熟，还要帮忙干红，你没事。还有那个酸菜汤鸡肉，还有那个鸡肉，还帮忙干活。这玉米，你去今天他们家把他们家玉米给收了。不是我的，听到没有？你去，你收，你是女婿，你去收。来，你拿100块钱给我吧，我去帮你收。你不是最会请人去帮你收玉米吗？我拿200块钱，你把它收了。有人不收？收些啥福啊？这胡说八道的。我们在三亚，你自己一个人买的？我们在海南。你要有收业东西你爸就行了。我看你是没那个视频，他是他去收玉米，跟他的给他女方家庭里面。对啊，你要收了多少？你收一半就行了，好不好？我看你看你收两一半吧。他请人给他收的。我干了一半，我也是你自己收的。他两个模型啊，好赢啊！你们这样，你真以为叶总一个人去生？拆开来一起吃。对，我们一起吃，我吃不到。你高头那个爱老吃吗？喂，我知道了，他就是想吃，一直盯着让汉堡饭。我不想吃，我是。然后他就说：“我是这个好硬呀。”我说：“他说这个汉堡是我老公给我的，所以说他自己想吃。”我不想吃。哎呀，我们一人，我们这样分开。那里面是鳕鱼，吃了这些。吃这个鱼嘛，更吃不来，我不吃。你说鳕鱼，我更不得吃。你说你不说，我还以为是不是人。这个里面的鳕鱼你不会吃，这个不是鳕鱼吧？不吃，我真的不吃鳕鱼。它是鱼的嘛？我现在吃鳕鱼吗？我啥都吃。我什么都吃，可以吃，但是要看我喜不喜欢啊。早知道我们拿一点那个土豆来。还有还有，拜拜，今天好累哦。我都真的以为你还来视频，我真的以为好自己搬了呢。我没看完，我只看了一半。看了背了两个闹钟，我老急，哎呦。胡三，乱喊我，真的，你们一点水平都没有。嫂子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叫我胡三是没啥。胡三，我胡大三又回来了。可能是那种骂我的话。这个披萨，我都会给你煮。我谢谢你哦。今年汉堡来，你吃这个，你吃不吃这个嘛？这个好硬、哦。我跟你尝好这个啊。哎，可以可以，尝尝这里面这个，尝一下嘛。不要。小胡要减肥，少吃。他真肥，家人们，他在悖论。我不买，那真的不吃鳕鱼吗？姐姐阿姨们，不是不给你们上链接啊，你们那个链接我已经放在小黄车里面了，里面全是开好价的，你们喜欢什么就去拍什么。有之前分享过冻干水果茶呀，还有那个陈克明的菜籽油啊，它是两桶啊，它是两桶，然后还有一些。就是玉米粉呀、啊、什么的、啊，喜欢的就去拍就可以了。你别说，好子，烧死我了！快点吃，我谢谢你。要不要我也说？好多东西，不还我也吃人家。这是鱼肉。吃不来鱼肉了就吃不来。怎么了？烧死了！我闻着臭豆腐了，你闻一口，你闻一口。没有嘛，就是这样子的，这鳕鱼就是这样子，鳕鱼就是这样子的，怎么会吐呢？我老公说闻到这个鳕鱼想吐，这个鳕鱼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出来。帅哥，你们今天晚上会停电吗？没有，那个供电的发电机。哇，你们酒店太厉害了。晚上提供晚餐吗？提供啊，有自助餐，一块看一下。自助餐是烤肉还是什么的？烤肉的。烤火锅什么的。哦，那可以，我们就在这里吃好了。火锅是200，有几块？多少钱一个人啊？298一位。298一位，随便吃。那个美团的没有抢购，给看。是八点钟，六点钟开始，九点钟完。六点到九点钟。
台风来了都可以在外面吃啊，在这里吃的。在里面，在外面吃不了。哎，我们在这吃，待会晚上回去的时候直接被吹在海边去了。能住酒店吗？住酒店 啊，但是我们要出这个门的嘛。没事，吃不到。还是危险的。充电宝，充电宝，我给大家上一下吧，你们自己去拍啊，姐姐们，有几个颜色，那个充电很厉害的，你可以上飞机，而且你去哪里，旅游那些带一个充电宝要方便一点，现在都是手机不离手的时代啊。分享鸡蛋？没有鸡蛋，今天分享不了鸡蛋，那个品牌方要涨价，然后我就在跟人家谈判啊。谈判好了就给大家上，我的原则就是坚决不涨价，我不能接受涨价，你要涨价我就把你 pass 了，不能涨价。来，快点，朋友，就在这旁边开始啊。哈哈，注意点形象，两千多个人吗？2400个人，你注意个形象好不好？我的妈妈就说我吃东西很有食欲的，所以我建议你去当个吃播，就两口干一个大汉堡的。小福好有，小胡好有福。家人们，你们觉得我吃的多吗？我其实吃的一点都不多。我现在还没有五分饱，我五分饱都没有，但是生活所迫，没办法，你们点了我肯定要去吃。咱们主打一个就是我吃完了，家人们，这是小胡给我吃的，我吃完了。我叫他给吃这个，他不吃；他叫他吃这个里面有菜的，他不吃。我就给他一个盖子，我吃这个。小胡，所以你会胖的。没关系啊，我姐家人们，我觉得胖啊就是不要胖得太离谱就可以了，身体健康就可以了。我要是不吃的话，我就是心里面我就就是有点那种猫在抓我，我不舒服。他没染发呀，他是黑头发呀，是这个灯光的原因，灯光照到头发上有一个黄光。我再吃一个我看啊，还挺好吃的，你别说啊。不吃，哎，别说，还挺好吃的。那个嘛，给大家表演一口，一口吃汉堡啊，很多的啊。准备好。你让他看一下有多嘛，有多少吧，手把心这么大。看到啊，家人们。别呛着了，真的。手把心这么大，我录个屏呢，有点好玩。主打一个娱乐直播。看到啊，家人们，这个是一个汉堡啊，有我的手把心这么大啊。现好像我的嘴巴很小的，是不是？和他在一起欢乐多啊，家人。我表演一口生吞大汉堡。噔噔噔噔。活吞大汉堡，这是。这个一口干了吗？这个。小福是色牛，不做作真实，什么都好吃。他说，同牛差不多。有人说我是牛，同牛差不多吧。我小时候我外婆做的饭都很难吃，但是我也是这样吃饭的。但是你外婆做的饭是吧？没味道，太咸了。我外婆做的饭我没有记得中的，去吗？走吧，吃饱了吗？我还能画吗？会画。画什么画？但是画了你不好记账呀。米付。画啥子？画卡，就是画我们的那里的卡。买单。
小胡是老虎吗？山上的老，山上的女人是老虎。我也说小胡吃老虎吗？我以为你们说小胡你吃老虎吗？我给武松打个电话，问他有没有老虎给我吃，问他有没有搞一条老虎给我吃。叶总在对面啊。沙拉不吃的吗？吉年叫我一口把它干了。这个我是做不到、啊、我是一个肉食动物啊。这个哦哦，这什么？耶，这个是个醋，这个醋有点太醋了点。切了噻，一口闷嘛。你来嘛，他叫我给我们看看。叶总这会儿在忙呢，吃的饭都在都在忙。好啥呢？阿毛，我提个醒。没钱了。叫吉年表演吃面包，他这样给你们表演啊，他这样吃的。谢谢。他这样吃的。全市的小虎，小声音小虎，你们两个小宝贝唱首歌吧，哈，等他过来我唱一首。不是啊，姐姐们，她是真的是一个淑女啊，我是那种就是淑女是吧？我不是淑女，我说吉年是个淑女，我不是假淑女啊，我是那种豪放型的，我是豪放派，我可能上辈子是那个。蒙古那边的啊，吃大鱼大肉，然后那种豪放派，对吧？豪放。然后吉年她确实是就是那种就是比较温婉一点的女孩子啊，跟我们两个性格完全不一样。不能通过微微支付的话，家人们你们就用卡支付啊。右下角小黄车里面有十几样东西，我都是开好价的，你们自己去拍就可以了。对，因为浪漫满屋派。起码我算一下，今天这顿肯定要吃1000多。啊？500多吧。我他打完折，就是按他正常的价格来的话，肯定是按他正常的价格来的话，就是1000多可能。他这个可能整完了，可能就500-600，看我们猜的准不准啊？我算一下啊。啊，你算一下。我算就580多，530-580之间。400块。400块啊，啊，530-580。那个汤怎么没拿给我喝呢？那个汤是什么味道呀？奶油汤。哎呀，一个人在那里就喝了，完全不管不顾了，就这样喝了。吃的，那蘸面包吃的，那法棍肯定是这样的，是蘸面包吃的，他绝对不可能是那样吃的，是蘸法棍吃的。表情管理好不好？不掰了，不掰了，来来来来，拿去。我整不来这个啊，我吃不来这个。好的，姐姐。那个我吃不来，有点那种臭，不是的，不是啊，那个，它是蘑菇汤是不是？啊，是不是？对。有点像包子粉的味道，但包子粉是香的，这个是臭的。臭的吗？这个是臭的。你什么嘴巴味？我吃的包子粉是香的，这个是臭的。世界这么大，还是遇见你，一起走过多少个四季。要没有豆汁难吃啊。叶总听到都笑了，没有豆汁难喝啊，豆汁是最难喝。还长一局，我横一局，横到就走了。
交尾，好多人，走了，我们哼不两个了，这家人们，就是，嗯，我们回酒店了。喂，你下来不？我刚刚差点，这样子了。好，我就说他是喊我早上出来，我以为他要给我，就是搬这个凳子，然后显示绅士风度，然后他说给我退一下，我这样出来的，结果他叫我这样出来，我说句话，帅哥，看嘞，帅哥，那个。我叫叶总说一下话算了，好多钱？五百几？哦，要给他们各种吃的。哦。吉年晚上可以直播吗？我不知道他晚上直不直播。我都不晓得。他不敢说，每次都会因为天气。因为天气有时候啊，就是那个不知道待会儿狂风暴雨还敢不敢开直播，人家说这信号那些不太好，但是可以通电，到时候看情况啊，姐家人们。我们现在就回酒店，这个雨衣我给你啊，我不给你吧，我穿着吧，拿我房间，好不好？可以啊。哎，你留意。世界这么大，我们刚刚在那个，哎，是什么意思啊？这边的。哦，你看这个像不像那个？我总感觉啥子东西落在这里。我也感觉，我有一种啥子感觉落在这里。他是手机啊？他是嘛？我总感觉有什么东西掉在那里。雨胚，你在我身上，雨胚。哦，手，宝宝。手机无人。你的手机的网，被你摸太远了。苹果是纯甜啊，家人们，可能有一个一两分酸，但是心里全是甜。刚才叶总走小，那个是我老公，不是叶总啊。穿粉色衣服的是他老公。你们住哪儿啊？后面就叶总。他们要去。拜拜。我们房间等你们。他们要去拍两张照片。我们两个拍了。对，我的雨衣都吹飞了。不是吉年靠边站了，姐家人们。是我拿着手机，我照着他，他有点别扭。他拿手机，他就不别扭呀。我们是他们两个去拍照，这个是我老公，这个是我的老公。然后他们去拍完照以后来找我们两个。他们两个去拍两张照片，到房间来找我们。那核桃有没有没买过的？有，姐姐还没买过核桃的，可以穿一下这个核桃啊。这个核桃叶总就说想再拍一单，在我的直播间拍一单。他说他已经拍了，他拍了吗？刚刚他拍了。我刚刚看到他旁边拍，到了这里啊，还是到不了？他游到山下去了，应该能到吧？还有两三天，万一到不了怎么办呢？两三天应该估计到得了。哦，叶总刚刚拍了一单啊，姐家人们，刚刚叶总拍了一单，我都担心他这个能不能到得了这个问题。他拍了一单那个核桃，我买的核桃手都搬疼了。你们用那个夹子呀？他送里面送一个夹子啊，送一个那个夹子。是的啊，家人们，是的。游到叶总买的那个游到三亚去了，游到三亚，我们到时候还要去三亚。核桃很香很香，人家说每日坚果要吃核桃呢。哇，谁把这个都扒进来了？啊？谁经过我们的房间啊？哼，服务人员。啊？那个谁给我卡了喽？